现在是差不多25周。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我是蛮开心的。因为回来，自从听到那个武汉封城了之后，心情是非常不利。然后因为怀有 BB， 然后又本来在香港预约的检查，因为回不去都没办法做检查，所以一直都是心理压力非常大。然后呢，迫切想回去香港的，我也没有主动去，因为现在医院我自己本身就是不敢去。住我哋度咧，真系开心过过年嘅。咁第二样嘢咧，我哋都好担心，就翻去嗰啲方式嗰啲嘢咧，会唔会对我哋有影响？因为我哋都半个几年冇出过门口噶啦，我哋可以保证自己系安全嘅，但系咁样太多影响，其实我哋唔知会唔会有问题，系啦。我有听讲过咧，即系其他国家走嗰阵时咧，系社区系安排车送佢哋去机场嘅，咁我就唔知香港政府可唔可以做到呢样嘢，因为武汉系各个小区都有配备啲车系可以送人手嘅，即系譬如话送你去医院啊或者乜乜乜嘅，系啦，个隔离嗰啲咧就其实我哋都担心嘅，因为唔知佢环境点样啦，唔知佢点样安排，我哋都唔知系单人隔离定系。全部一齊隔離，我哋即係譬如話唔係單人隔離嘅話，會唔會有嗰啲安全，即係會唔會被惹到咁樣啦？都有呢啲問題㗎。有啲人未必想翻，因為依家翻咧都係高危嘅。咁我嘅情況咧，我係希望翻去嘅，因為唔翻嘅話，我屋企係完全喐唔到嘅。